听死了，好听，太帅了，这个杀了我，我爱死了，这个竟然把我唱哭了。他的舞台是很孤独孤单的感觉，很感同身受的，他的唱法就是非常触动人心的那种，很投入而且很深情，他的音色感觉唱腔都不太一样，很流畅很舒服。我想看他怎么下去。上来很狼狈吗？我真的不怕，看得出来我害怕吗？你昨晚在上面声音控制不错的抖。没有吧，我故意抖的。点点尝试一下，我们慢慢下来，我们换件衣服。我下来还是很顺利啊，没有狼狈一点。上去的时候有多帅，下来就有多狼狈。狼狈的爬下来。来吧，朋友们，来掌声给他们。对决如此的精彩哦。邓点，我发现你还可以，你没有那么恐高，对不对？耶！耶！耶耶耶！你今天挑的这首歌曲跟你自己的嗓音的配合度非常非常搭，没想到在这么静止的状态里面还可以 hold 住全场，这个必须赞一下。嗯，谢谢老师。耶、yeah. ！我觉得从梯子下到平地之后，邓点活了，整个人接了地气了，好了，受不了。耶耶耶耶！下面进行真心话的时间，我首先提问一下我们聪聪。目前的选手里哪位会是你最强劲的对手？哦，哇！何老师挖坑啊！这些我觉得都是我强劲的对手啊。对，但是嘛，没关系嘛，比赛三分钟，朋友是一辈子啦，对不对？格局拉大一点点好不好？邓点，为什么用这样的舞台形式来诠释水星记呢？因为和人群保持一种距离，然后可以体现出歌里面的孤独感嘛。对，特别好，谢了老师。看来我们的小玩家都非常的喜欢，那我们现在就看看你和聪聪此刻谁拿到这张通关券。下面进行心跳值的投送。第一首歌是很摇滚很热闹，其实没有可比性的，对，所以只能看你喜不喜欢的。我选邓点，但我预测的是聪聪。我选不出来，我觉得都很好。我当然对自己有信心，如果没有信心的话，我就不可能站在这个舞台上。我只是一意孤行的想表达我自己的喜欢，仅此而已。我只在乎听得爽不爽，我唱的 OK 不 OK。拿到这张通关券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待会儿见，聪聪。OK。谢谢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可圈可点，打一百分，打满分。Yes。棒得很，棒得很，聪聪。放心，你肯定会回来的。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多么的沉重，留下来就跟大家好好玩。如果走了的话，那就是日后空了聚在一起再好好玩，都要好好玩嘛。很好看呢、欸，很好看呢、欸。青岛纯声，尽兴鲜爽，音乐舞台，尽享鲜活人生。我们现在要请突围选手。大家好，我是童宇。接下来请每个人在这三位当中选一位，打电话叫他回来。龙运竹八票，童宇八票，喜爱度的排名更多的就是你，童宇，祝贺你。
我是童宇，然后我有一支乐队叫旅行新蜜蜂。然后这一轮我挑选的对手呢，是你们最想看的那一位。怎么没有人说李昂星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好烦，好烦。反正都是你的对手。是的，是挑选的是妍妍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在舞台上见吧。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舞台，跟我一起玩起来好吗？谢谢。好，加油。